他那慧心接电话的样子很可疑，暗中跟踪他，见机行事。两人好不容易找到失踪的证人，但他却拒绝作证。你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，你也知道黑狗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而另一关键证人也命悬一线。你被抓走了，你把你当兄弟，你把我们当傻子。为救人，三人争分夺秒。我们来迟了，而他能否逃过一劫？关键证人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八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关键证人视频。关键证人是由。